我想找一下203的张先生。哎呦，张先生啊，可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。哦。哟，谁掉的钱啊？哦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别客气。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你真是太好了。走吧，那现在啊，就领我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图纸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！我不知道什么图纸。秦永川在哪儿？秦永川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别，我就是一个住客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叫什么？李强。李强。Thank you.
安妥了。谢谢。不许动！你动一下，我就打死你。转过身来。把笔记本扔过来。阿姐，阿姐，首长，邱小燕的口供可能是错的，她说的公寓名称和房间号肯定有一个是不对的。虽然有差错，但是不可能两个都是错的呀。他说公寓名称的时候有点犹豫，吞吞吐吐的。我明白了。你看，这里是邓托摩舞厅，这里是舞厅为舞女们租借的房子，中间隔了两条街。这里是你去过的公寓，但他上班不一定只走这一条路，在这周围还有其他的几家公寓和酒店，以此为范围搜索这个区域所有的公寓和酒店，一定要尽快地找到秦永川租的房子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遇见阿锦了。阿锦，他人呢？笔记本被他抢走了。他怎么会抢笔记本？刘子刚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阿锦是在巡捕房被人劫出去了。被什么人劫走的？这种事儿一定是日本人干的。日本人？日本人劫他？现城防图是假的，逼迫阿锦交出真的。阿锦是没办法才抢走笔记本，是为了找线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阿锦的处境很危险，日本人一定在找他。怎么办呢？他如果交不出真的城防图，日本人一定会为难他的家人。所以你这样，你尽快想个办法把他默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我现在想办法找到阿锦。我去。这些以后再说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让我帮忙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帮我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在很多的赌场都欠了债，在赌场这一块你比较熟，你肯定能帮我找到他。城防图很有可能在他的手上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关系到我妈妈。这事儿跟伯母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回头再跟你解释，你先看看这个人。啊，这么多赌债啊！张子秋。对，就是他。行吧，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，正好还有几家赌场是包家帮开的。
时间很紧迫，今天晚上之前必须要找到。今天晚上？这不可能啊，这时间太紧了，这有难度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把刘子刚、刘子言一起叫着，一块去找。不行，这件事情除了你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因为我把程方图交给日本人。日本人？你疯了啊，姐！我先保证我家人的安全，然后在程方图上做手脚。拜托了。那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帮你。嗯，你不能进，我们小姐在休息呢。我找你们家小姐有急事。你有急事，你也不能往人家房间里乱闯啊！你，我现在在办案，我要妨碍有公务。刘子刚来了，来，柜子里，躲在柜子里，快进去，腿。没拦住我，你没用的东西，你出去，你也出去吧。我有急事儿，关于阿锦的事。阿锦怎么了？阿锦被日本人接走了，我想让你们包家帮的人帮忙找一下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那你放心吧，你快走吧。啊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客气啊？我一直都这么客气啊。阿锦在巡捕房被日本人劫走了，你应该着急，应该担心才对啊！你怎么不着急啊？哎呀，我着急，我当然着急了。可是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你说，这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你有事瞒着我？啊？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？衣柜里有什么？衣服呀！哎，别！你要干嘛呀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刘子刚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快出去！放开！阿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锦，你快走！阿锦，归到那里解释。阿春，你怎么样？阿春，你看都是你把小姐搞成这样，我不是故意的呀。阿春，啊，别废话了，快点搬到沙发上去。来，人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大姐，大姐没事吧？大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次你祸惹大了，我们小姐从小就有病底儿。等着，我叫老爷去。你别走啊！你等着。哎，小伙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阿春。跑这么快，小虎，告诉你一下，小姐找到那个人拿到城防图，就在大门口挂两个红色的灯笼。哦，等会儿，这件事情不要让我妈和阿宝知道。哦，神经兮兮，有毛病吧？阿春。让我爹看见你，完蛋了！快！柜子里，你来不及了，沙发后面。闹什么呢？爹。刚才怎么了？又喊又叫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啊。
没事，那么大动。爹，喝茶。爹不渴，告诉我刚才到底怎么了？嗨，刚才我在屋跟小虎闹着玩呢。又闹着玩？这么大个姑娘，整天嘻嘻哈哈，没个正经样，成何体统啊！爹，哎呦，我怎么突然困了？哎呦，爹，我想睡觉了，困，我要睡觉了，爹，我困了。真的没什么事啊？没事儿，你回去吧，爹啊。别再瞎闹了。好。你又怎么走了？那我还怎么着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要为难阿锦。我怎么要为难他呢？我是怎么……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阿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你这……哎，行了，走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会走吗？你推什么推？我推什么推？我告诉你，真要让我爹看见，你就真完了。他能把我怎么着啊？把你给剁了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我问你，阿锦为什么来找你？找你什么事儿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俩之间的私事儿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情况很复杂，你不要乱帮忙，否则会害了他。我会害了他？我看是你害了他才对。你别在这啰嗦了，要不然我喊我爹了啊！我喊我爹了，爹！爹！小姐，小五，唐一姐让我告诉你，找到那个人，就在上面挂上两个红灯笼。那这么说，他就在附近了。他说他等着，他阿姨在嘱咐我说一定要抓紧。小姐，到底找什么人啊？小五，你现在就去各大赌场帮我去找一个叫张子秋的人。张子秋，记住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找到。记住了，快去。好。老实点，今天有人来过这儿吗？没有。仔细想想，到底有没有人来过？这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个女的来找203的张先生。首长，已经确认了，去过203房间的就是刘子言。那么说，地下党已经拿到了城防图？很有可能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你多带几个人盯住刘子言。如果图纸确实在他手上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夺过来。那刘兆林那边，区区一个工部局华人董事，翻不起什么大浪，不足为惧，对吧？是。子言姐，伯母睡了吗？没睡，在里面呢。伯母，子言来了。哎，
晚饭吃了没有？我吃了，吃了。我来想跟您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伯母，最近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先别出门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您不用担心，您就记住了，千万别出门，我会来看您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您早点歇着，我走了啊。嗯。来，谢谢啊。紫妍姐，老丁在吗？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他这两天都没在。紫妍姐这么着急，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你帮我个忙。你说。把同志们都号召起来，到各大赌场找一个叫张子秋的人，城防图可能在他的手中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小心点啊，小心。哎，站长应该不会来了吧？我来最好，待会儿咱们就可以出去喝点小酒了。是，姚站长，上海复兴社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你把箱子给我拿到房间就行，不用收拾，我自己收拾啊。紫妍，爸，这么快从无锡回来了？嗯，没什么玩的，我就想着回来了啊。完了，我忘给你带特产了。没事儿，怎么这么疲惫啊？没休息好？哎呀，坐火车能不累吗？哦，爸，我想明天把唐伯母接到咱们家来住，行吗？为什么？这于锦这两天不出事儿了吗？我是觉得怕唐伯母没人照顾。哦，也好，那我明天安排车去接他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去接就行了。啊，那好啊，你赶紧休息。我累坏了，别累坏了啊，早点休息啊。晚安。晚安。
我把你的行李都放好了。嗯，早点休息吧。啊，哎。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接过来，又不被日本人发现呢？知道你是东山的人，你去告诉东山，不要骚扰我女儿。有什么话，叫他冲着我来。爸，怎么了？啊，起风了，我把窗户关好。哦，我刚刚怎么听到？你跟谁说话呢吧？没有啊，快睡吧，明天还得接唐家人呢。啊，哎，记得把窗户关好，一会儿下雨啊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睡吧啊。哎，好。
小姐，中间那个梳分头的，就是张子秋。朋友，你是叫张子秋吗？你谁啊？就问你是不是张子秋？你们要干嘛？是怎么跟你说来着？他跟我说找到那个叫张子秋的，就在门口挂上两个红灯笼。快把灯笼挂上。好。我必须把您带到我家里去，那里会更安全一些。我为什么要到你家去？难道这儿不安全吗？外面很多日本人。都是为了阿锦吗？等到了我家里，我再慢慢给你解释好吗？那阿宝和阿云跟我一块儿去啊，这样会引起日本人注意的。不。我不放心阿云。伯母，您听我说，我先把您转移到我家，我再想办法把阿宝、阿云带出去。你放心，啊。伯母，阿云我来照顾，您就先听子妍姐的吧。这位同志会留下来负责他们的安全的，您就放心吧，啊。好吧，那我先去看看阿云，啊，尽快。哎，好好。走了，你要乖乖的听阿宝的话，听见没有？妈妈，妈妈，阿云，阿云不怕，妈妈不要走，阿云不怕，不怕，阿云，我陪着你呢啊，伯母，你快放心走吧。阿云乖，姐姐过两天接你啊。伯母，赶紧把这个换上。我也想快点，我这个脚都快踩到油箱里头去了。哎，小伙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太棒了。哎呀，你真没用。不怨我呀，我也不想让他抱啊。阿杰，阿杰，阿杰，你干什么呀？阿杰，小姐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没用啊你？不是我，哎。帮你解决，时间到了。